我一直有那个美工刀的声音。哇，那吐满地的，他妈呕吐物叫，我想走过去。我有没有穿鞋子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玩这款游戏，在 Steam 上面算是非常的红啊，它是极度好评的一款泰国恐怖游戏，叫做《Home Sweet Home》。好啦，那看我们怎么调戏这个女鬼，好不好 ？New game， let's go。Babe， wake up。Babe， wake up。It's late, huh? You have to wake up. Okay.跟你讲啊，恐怖游戏这种东西哦，在我眼里跟小儿科一样。Jane? 没事的，难不倒我。Way too much. 哦，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这边看起来像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上面这边有一个乳头，是不是？哇，这好像一个奶哦。OK， 那这个桌上呢有这个哦，怎么男生照片这么清楚啊？女生怎样？有点贵是不是？这个应该是教我们怎么操作吧。New back。好，那我们现在呢？现在时间是12:14，是不是？半夜12:14，这怎么开灯啊？这不能开灯。哇，好，那我们赶快离开这个房间吧。哇，这边很多海报啊，还有那个穿过的拖鞋。Shift 是跑。OK， 按一是开这个门，按 C， 哎呦，开场给我们手电筒是不是 ？OK 的啦，我看他手电筒怎么使用。哦，按 F 是使用手电筒啊。OK， 这个墙壁上面，傻小啊，哇，这男主角是怎样？肺结核是不是？还会咳嗽？这边很多成年的报纸。还有水桶 ，OK，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这边哇，有点亮、啊。这个下面都是一些破旧的东西。这边有两头大象。这手电筒坏了是不是？怎么他头照不到？哦 ，Hello， 大象。这边东西应该都没得捡吧？这边有个茶几之类的东西啊，那破纸箱。好，我们继续往前。哇，这边有椅子，还没有触发什么东西哦。我怎么听到怪怪的声音？开门！哦，吵死了！这要开着还是关着？关着啊，好吵！这个两个妓女是不是？哇，他们直接被打一个叉叉，捡钥匙，按 Q 是离开，对不对？好，再看一下这个报纸，巴拉巴拉巴拉，有一个女生，这应该是女鬼吧？哇，长得还蛮眉清目秀的嘛。说错了，丑死了。好，我们继续，没有东西可以捡的吧？好，没有东西，插钥匙，走喽。哦，前面。烟雾弥漫，这边一个乳头。哎呦！哇！哦！错！哎！Hey you！ 我看那个人的脚，Hey you！ Fuck you！ 按 Hold Shift Run， 就是叫我们按着 Shift 就是跑。走吧，走吧，我们走吧。这可以进去吗？这不能进去。好，走走走走走。哎呦哎呦！哎，楼上他妈乱丢垃圾，他妈欠揍是不是？这住户他妈的品德教育都不好啊，乱丢垃圾，闪小啊！哦，这下面的灯一定要这么红吗？是怎样啊？日光灯坏了是不是？啊，丢下来是什么东西？什么？跨吧？怎样啊？这能捡吗？趴下来闻一下，哇，香喷喷的。趴下来，好，走，好，走，我们 keep going。我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要追随的女孩。
快点啊，让我见识一下什么性感女鬼好不好？ Where'd she go？ 她去哪里？你去哪里？给我出来！给我出来！Hello？ 哎呦！哦！哎，我瞬间移动，这边原本不是房门吗？那样呢？哇，地盘是怎样啊？妈，这个泰国女鬼怎样月经来是不是？卫生棉不买好一点的，到处漏。哎呦，哦，传说中的斜脚印。走走走，我们。我靠，前面有够暗的。看，走啊！没在跟你开玩笑。呜呼，呜呼。There you are. Hey, 雷猴啊！What the fuck？ 开门，美工刀，傻小了。开门！哦，傻小样死掉了！我靠，他直接拿美工刀一直疯狂乱舞哎，所以我要先过来这边触发这一个门。不是啊，不是这边，我要先走过去触发这一个门，再回头进这个门吗？还是直接进去？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Hello, fuck you. There you are. 妈的，又是你。Yes. 说好的性感的。What the fuck？ 我很渣。我们要先触发这个门，然后再触发这个门，然后再进来这里面。哎，哎呦！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这一个。OK 的 ，OK 的。哇，他在用那个美工刀的声音，他妈好恶心啊！哦，哦，哎，他是忍术是不是啊？穿墙术！我操你妈！你给我出来啊！要不是我手上有一个手电筒，你拿美工刀，不然我绝对跟你拼命，让你那边嚣张是不是 ？Danger， 危险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随时按 C 是趴下哦，好，我们要随时小心他。嚯嚯，欸，这游戏挺不错的，我真的觉得做得很好啊，有吓到我。看，我以为他第一个场景会让我先吓我而已，你懂我意思吗？哦，就是可能只是让鬼从我面前这样走过去而已。结果没想到他直接开门进来了，怎样？跟我黑皮子。这边有一个，等一下，我们先研究一下。他这边有个铁链，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找到类似钳子的东西。哇，前面那个一直在闪的是怎样啊？走，我们继续往前。啊？死路？哦，这边有个电梯井，是不是？哦，这个钳子获得。哎，他来了！走不了，趴下，手电筒关掉。不会吧？不会吧？没有吧？等一下，我看一下钳子啊，怎么使用？一，哎，啊，他人呢？哎，哎，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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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跑！哎呦！没有吧？不会吧？等一下，我刚看到有一个东西可以触发的样子，他不在了吧？
出去看看。没有。哎，锁住了。我刚看到有一个东西可以。哎呦，我看到他了。他在这个房间里面。等一下，先从右边。这没有办法开。他在这里。哎，出来啊！喂，喂，把您背出来啊！别躲了。哦，这边可以躲是不是？哦，好。Hello， 哎、欸，我看不到我自己长什么样子，真是的。他嘞，出来啊！别躲了啊！你妈的，出来！这里呢？这里不能躲。呵呵，这边可以出来。哦，就是越过这边嘛，对不对？感觉那个恶心的声音。这边有什么？这边被挡住了。这边被挡住了，不能。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扇门不行，这里也没得开。那个，哦，这间房间看起来挺温馨的哦。这里有什么？剪刀？哎，给我剪刀啊！我跟你拼命啊！你拿美工刀，我拿剪刀，妈看谁比较会戳啊！我来互戳看看。哎，这可以关。关，我让我洗个澡，洗个香香。没东西啊，这个呢？没得捡。哎，趴下看一下，没东西。哦，这样吓人的吗？哎，别躲了啊，出来陪我玩啊！我一个人有什么乐趣，对不对？还不赶快出来！出来，我叫你做个人啊！等一下，我到底要捡什么？捡我到底要捡什么东西？没得捡啊！他不会突然之间在上面吧？他妈应该很恐怖哦！并没有东西可以捡啊！这一间也是没有东西，这里好像也没有。那我们继续往前。这是我们刚刚来过的那一间吗？是吗？哎，好像不是哦。这一间不一样哦。干完尿跟……哦呦！哦，自动门哦。哇，在这种废弃的房子里面还有自动门。哎，好，我关门，我关门，我关门，你不要来，你不要来，我把门关起来好不好？妈，开个门而已，那边高潮是怎样啊？喷奶了，喷奶了，单挑啊！你过来跟我单挑啊！没有了，没有了，好，这一间不能开，那我们就直接走了。哦，这里有这个感觉是要……哦哦，他出现了，他出现了。这边可能是要类似有那种钳子之类的吧。关门，关门。他应该不会过来吧？没这么厉害吧？现在已经三点了。哦，你看那个时钟三点。没有人啊！我们要去找到那个类似那种老虎钳的东西。这边也没有。哦，我听到声音了，我听到声音了，没有吧？这个不能开，所以我要爬过去吗？
我先关手电筒看一下。他不会突然出现吧？哦，神器获得！哎、欸，他进来，干，干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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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笑啥笑？哦，哦，怎样？怀孕了是不是？我不懂为什么他要追杀我啊，因为他被我弄到怀孕了，所以现在要找我报仇。哦，帅哦，会哦。我一直有那个美工刀的声音。哇，那吐满地的，他妈呕吐物叫我要走过去，我有没有穿鞋子啊？我好像没有穿鞋。哎呦喂呦，好恶心哦。哦，他在对面，关门就关门，关那么大力是怎样吗？欠你钱哦。哎、欸，这边有那个，哎，我先把门关起来，别吵了，妈的。哦，这什么东西？这个应该是类似钉子之类的东西吧？妈的，这写什么东西看不懂 啊不研究，我们去撬开那个房，那个啊，我们要绕过去。我们要绕过去的话，好像要从另外一个房间吗？哎，刚刚怎么绕过去了？不是这里啊，哦，这边啊，走。我们赶快去撬，快点！快快快快快！进进进进进！嗯嗯 ，Danger！ 哦，可屁可哦！哦，这边有一个类似这种水管吗？还是什么？管路之类的东西。哦，看起来挺嗨的哦。小伎俩啊！他不会突然间从那边爬过来吧？我靠！我跟你决斗啊！哎呦！安娜贝尔在这里。跨山小，靠山小。哭什么哭啊！妈的！哦，他在这里。哎、欸，他妈谁欺负你啊？跟我说啊！在哭三小啊！我拿手电筒照你也发现不了，我躲在柜子里却发现了，你跟我胡乱我是不是？他妈这游戏有 bug 啊！哎、欸，发现我直接拿刀一直捅我是怎样？哇、哦！我听到声音了，这一扇门好。这呢？这什么？哇、哦，地板有蛇啊！这什么、啊？这蛇吗？怎么看起来像肠子？哦，哎呦，还在吗？不在了。哎、欸，所以我出来了。哇，妈走到哪吐到哪是怎样啊？这鬼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走到哪都在吐哎、欸，傻小。哦，垃圾堆。哦，这边很多。快点，进去！没这么厉害吧？我这躲柜子的招，我这躲柜子的技术，没这么厉害吧？哇啥事啊，跟我想出去跟他拼命的、欸、单挑啊，走了是里面，好了，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差不多到这边结束，我是陆哥，如果喜欢的影片呢就喜欢，那如果不喜欢呢就不喜欢，对，期待我的下一集啦， OK， 下一集我绝对把这女鬼弄爆啊，看你拿美工刀还是什么，我他妈的一个手电筒把你烤爆啊。
好了，下一部影片见啦，谢谢各位，拜拜。The bullshit, the drama, the guns, the armor, the city, the farmer, the babies, the mama, the projects, the drugs, the children, the thugs, the tears, the hugs, the love, the slugs.